常怕你投诉啊，如果带彩的话哈、哦，真的很赞哈、哦，哎，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哈、哦、彰化啊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园区哎正好在办活动啊，希望明天你们再来了哈、哦，明天再来的话，杨乐武请客都不用钱哦，哦，所以哈、哦、这是县政府来举办的杨乐武啦、啊。这个活动啊，再来跟大家啊，再来贵宾，这是我们县长哦，也提供了啊，我们彰化的振兴啊，所以你在我们彰化花了200块，哎，就可以振兴哦啊，发票要抽什么？抽房子啊，还有哥哥龙，哎，现金、汽车等您来抽啊，所以花了200块就可以振兴啊，所以今天啊，来到我们糖厂坐这个小火车。记得买糖，哎，因为它铜板价也不会贵哈、哦。还有葡萄干，真的很好吃的葡萄干，哎，因为我们杨浦小镇要配合啊、哦，所以你喜欢吃葡萄干。